帮我多打两下，我寡妇，我不知道为啥我的寡妇带特别容易我已野经怪打听你死。说过了，我我帮操！你我好早了。上就莫名其妙就被野怪的打死。我真的我觉得一拿他打野我就得被野怪打死，可能是攻速我选的是法穿的，看他们带攻速。你应该 AP 打野应该是三个大精华带法强，然后红色全部带攻击力，黄色带那个护甲，蓝色可以带那个减蓝色 CD 或者成长模套。我带的固定法强。我靠！我读书少，你们别骗我。我为了 gank 带的固法。对面中单也是上，是。哎，这个希维尔的皮肤是什么皮肤？我都没见过。冠军皮肤，就是上一射飞机黄金五以上，黄金以上。没鸡巴抽，麦又炸了，我听听。没鸡巴抽。现在呢？炸，还炸。上来就标记了他，迪哥，小心啊！被人盯上了。我看看我穿什么，我出什么？我出打野刀吗？你穿什么？你穿衣服啊？穿什么？出这个猎人护身符挺好的，有。现在还有声音，还有吗？有。知道我还一有。直都在出这个，但一直在死。我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。回音啊。嗯。还有电流声吗？有。哎呀，怎么放哪都有啊！操。还有。哦，现在好大。现在呢？你就放在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方就好。哎，没了，没了，现在没了。你只要把中单抓崩了。还有吗？OK，就这样吧，不要动了。这样还有吗？有，别动了，这刚才那样太好，越动越乱。不行，我把电子设备全部给拿走。他妈，我能把电脑搬走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蓝旗会不会好一些？我就想蓝开，我蓝开，我打不能打那个。迪哥，你等我那炸了再交惩戒啊！我不打算交惩戒，好久没打刀妹了。我帮你 A 到400走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将他们冲散。没事，上线让他们先推，这个必然要推不是行。给个眼就。他们应该打野没走开。很严重。我操！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哎呀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操！我强迫症犯了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操！吓死我了！将他们冲散！刚才那个为什么被补不到啊？我看那个血量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妈打，牛逼，过来打我。阿姨，闪没闪现？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在这儿呢。来了。肾走了，肾回家，肾没传送，我撤了。他是还蹲着你吗？我确实，确实真是他妈的。什么？确实要爆的一下那什么，
劲儿往回走，就坚决不让那谁西门儿把杀炸了。我都没想，我都没想。他估计刚他去打红 buff 了，刚刚。你们小心点下面。OK。我都没想把盾，我都没想把 E， 你没看我都没往他那上扔吗？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别去别去，打野在那儿呢。你必须跟着。我就不放炸弹，我就不让他回来。软件他一直在表示看不见了，这可没放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看他盾过了以后我就可以上去给他一个是吧。他也是很无奈呀、啊，又标记我了，操！不敢上啊，操！将他们冲散！抓好这一波，他妈补刀被追回来了，操！刚才他妈差他妈十多个，自己拉了个逼！牛逼牛逼！哎，现在的人发现，年轻的玩的是更是一个烫花的特别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好好玩你游戏，说什么说？能不能好好玩游戏了？他回家了，他回家了。哎，没有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他们家打野估计要过来，多远他一下路这个没有蓝的、啊。这一副要死的样子，闪现了。那圣一级和我对拼，操，对的真他妈爽。他一级加的什么？打补 Q 啊。他一级只能加 Q， 可以加个 E。能伤害够吗？算了，下路过去一趟。来来来，没有眼了。下路可以转。哎，中单小心，中单小心。怎么做？哎，我去下了，中单小心一点。去吧去吧，他们应该推过来想回家。中路可以抓一波。他回家了，不要上了。必须跟斩。来来来，中路可以抓一波。线有大了，线有大了，小心。你先上。将他们冲散。操了，这兵都干死了。法夫，你拼不过他。法夫，走。后果很严重。法夫交闪了吧？交了。他还有个大，他可以扛着塔跟你干呢。肾不见，肾不见，肾在，肾去做眼了。没事没事。你还给我拼。这龙井好凶啊！哎，小心点儿。操这个盾！那个盾太恶心了，来拿个蓝 buff， 要不要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人一上线就他妈残血了？不是空半蓝，哦，这个受不了。去打那什么了？动我呢，这就想勾到我，我靠！他这个 Q 还是有点疼的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有人飞吗？哎，过来飞过来。小日去了啊！我知道，能飞过来吗？
别借人家弹我，还挺疼的他这个弹。为什么我打不过小哥啊？过来，过来，只要不让他打。还是他妈打掉了啊！操，你们先觉得那个什么不好打。哎，千姐在哪？千姐在哪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他妈没闪！哎，有人吗？我日啊！他们就从这儿过去，你们就没有拦截过吗？这有颗针眼，这有颗针眼，可以去拍。弄他，弄他！哎，你怎么回去了？没拦了。他这有针眼。他这千珏，千珏在后头，千珏在后头。扎他，扎他，千珏可以杀。伤害不过，出的什么呀？没有，这奎因其实一下打野道具，奎因的爆发很强的。可是我没有那个杰瑞爆发强的。我刚刚空大了，我操！要不然你死不了。不是，我放大的瞬间在于奎因的爆发是在于你不能攻击的。特别是他 Q 技能伤害，谁他妈空？我没空，问题是我空了，我放大的瞬间，他突到那个那谁的脸上，空了个大，哎。你必须跟我。没事，剩一波出来，我再杀你。不出来了。没事，我去干空了。中路垂直 miss 啊，不是呸，下路垂直 miss。生气，对，后果很严重。上路 miss， 上路 miss， 肾有大，肾有大，别拼，肾有大。你能打吗？你要不行，你去上，我去打交。我技能都没交。对，你这怎么交？不要和他打，不要和他打，他有大，肾有大。谁下路吗？肾有大，肾有大。Okay. 现在是上路的，哎、一直在。那谁，千珏，千珏去下路了啊！千珏去打这个去。肾有大有气，真眼拆了，真眼拆了。为什么可以把击退？我肾有大有气、啊。下路可以打。你必须跟。我有治疗，我有治疗，刚才没有叫这个。他没有蓝，哎我操！千珏在，千珏在这儿，千珏在这儿。你们可以杀，我可以打断。千珏在那儿。他去打大龙了，他去打小龙了。来，你们可以打，我下不去，我下不去。小龙打不打？打。我没成绩啊，小心一点。吹牛不是吹牛了，其实 no 没事没事。哎，中单中路塔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用木的装个笔，打断他一下，不就完事儿？啊，中路差点跟那个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F4 刷一下。肾老实了，将他们怎么连大招都不放？他放那他有用吗？四个人打了一个，他放大招也没用啊！还是被瞬秒的，我都没混上助攻。我你可没看见现在000吗？我操，好伤心的！我靠，奎因有点惨对吧？哎，小心中路啊！我打完这个马上过去啊！很生气，这有颗针眼了，后果很严重。他们家上路三角草那个根那儿有个针眼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六，这里有个针眼。将他们冲散。哎，千珏来，千珏来了。只有他们去帮你了，要。来。啊，他不来，他不打。他在塔底下。
波绕来绕去，绕个屁呀、啊！我去下了啊！不是，还没有蓝。没铲，没铲。我说了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大哥。中单来一个，中单，中单，中单，我大马上好了。上了，上了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这有，这有眼，眼，这有。这眼没关系。但肾有大，肾有气，肾有大，肾有气。说肾有大，肾有气。刚才利友不要跟他打呀！我靠。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。哎，别在这儿，你撤，卡都不要撤，直接撤。红 buff 没什么用，活了。他是来打这个的，来。没什么可以发。应该再打这个，应该再打这个。来来来。先打这个，先打这个球。很生气。插眼，我有气。啊，咱先插眼，再往杀了。将他们冲散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哟，我现在没出装备，我现在输出没有那个谁高的，就是那个轮子妈，轮子妈一个轮子很疼。所以说咱俩别先别跟他打，你让我出件装备。很生气，那我要杀热身。很严重，我先把这个。哎，你别带了。过去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来来来来来！操你他妈还不保我！那个谁，那个中路在跟着，被跟，中路在被跟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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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他妈光看上路了，操！我他妈冲，冲到塔下去了。没什么可以把。这就说了你在被跟着。来来来，上路直接阅兵线。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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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操，伤害不够啊！我操，要不然他死了。我他妈这个1000块钱应该出个那什么去。小染甲吗？出个出肾没气，肾没气，300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，差一点。哎，这有个针眼，差一滴血了，是不是能打打？将他们冲散。哎，我操，他还不回家，我打算过来再拖一会儿。哎，你说我要出破败还是出养刀？哇，这个伤害。前期不要出，前期那张刀没有用。所以还有剩下，我先兑点肉吧。刚可能被我点了。这里边，这应该在这草里。给个眼。我没有眼。我有气，我有气，我有气，我有气。这有眼。没什么。打我闪现，我闪现躲他，给我打的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别急，我杀这个肾，我杀这个肾。下来，开迷宫了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六六六完了。严重。谢谢。20秒，回家出来来了。奎因起来了。对啊，奎因起来。哎，奎因，你出了装备了？并没有啊。你出了个灵，那个幽梦。出毛线的幽梦，他都能瞄，我还出幽梦，你在逗我吗？他得先他们冲。他出幽梦，他就彻底不要玩了这一局。他好怂啊。越塔越塔，我来了。哎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小龙，别越塔了。我现在100多点魔抗，都，我当时他就傻眼了。轮子妈去中路，打我。他们打野谁啊？我打龙，我打
这什么意思啊？跳下来是为何？来来，生物过来有打的吗？有，不要勾我，不要勾我。没有蓝吗？将他们冲散。五月卡，可以。我操！我他妈刚打了一个这个，你给我给我打了，我靠！我故意打两下。没事，上他就炸了。我有踢，这有黑眼。极度需要一个蓝。别打了吧，我回家抽个装备行不行？你还有双招呢，没有蓝，没有蓝上不了。不着急，我回来。来六，咱俩挂钟，他们都走。蓝好了，我有踢，蓝好了。六去帮他拿蓝，我在这守中线。你必须跟着。那你准备拿吧，我怕你被弄死。我拿。咱们中团吧。能团过吗？在这儿，他们在这儿，青姐在这儿。能团。等一下啊！出个装备。开大，别打！开眼！我来了。闪现交了。被打的，没死人吧？没死人。没有。你们别去，我得撤，我他妈去害怕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大招治疗还在身上。啊，跟你说，打团原地插眼。我没有眼了。没有老头。我都传到这儿来，我要真那啥的话，他们找死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快点！你这他妈犯糊涂啊！ Double kill。哎，给推了我。他死了。这个闪现，这个加血交了是干啥？来，越啊，这能越吗？来来来，下这个。再越，我走了，我扛不住了。对，不能越，对，来催他。大哥，没你什么事儿，大哥啥大哥？啊，我去下路吃线了，哎呀妈呀！哎呦，那不是我扛他。中心有船吗？啊，船过了。我说你有船，直接船到下吃这波线，这波线我吃不到了，我浪费，好可惜。出个啥血？我出个法穿还是出？一哥这个发角浪费我来了。一哥这个浪费。我也到了。不浪费我来了。给点钱不要。将他们给点钱。打团。啊操！我就抢了俩。我他妈跑回来容易吗？你想想。哎，炸点。等我变鸟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哈哈，好闪现，算了。能追，是了，秒了，没秒。我30滴血，我操！哎，真的，你应该先出那个幽梦的。他出幽梦，他中了。出幽梦，我就死定了。对，他没法。没有，我说你出完那个。完了。哎，他机身了。这给龙星机会了。好重。他就说：“哎，龙青，我晋升了，你快来！”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可以拿我们家斧头。你这个问题在问我，你觉得我会不给你吗？四人有扫吗？扫一下。俺知道。哎，把这个杀了。我去了。哎，别让你们几个生物撤。肾有大的，我不明白肾为什么不上来。下去。哎，传了。传了。我没有传送。这人有老牛。来了。先给 Q， 让他蒙蔽一下。他有 Q。我就说Q蒙蔽一下他。我来了。都出去，都死，都死，来！
就你出去没有，我一个大板，我一个大板，我一个大板都下路再穿，上路再穿，下路再穿，我一个大板这三个人全冲出去了，够多了。投了投了投了，GG。娜娜在看我们说，娜娜说，咱们刚打完小龙。